主料，鸡肝200克，胡萝卜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花椒粉、酱油、料酒、洋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洗净，切宽条，水开后焯烫鸡肝，去除血沫和杂质，捞出鸡肝，洗净表面的血沫，胡萝卜洗净切片，洋葱切丝，热锅热油，放胡萝卜片煸炒，再放入洋葱丝炒香，最后放焯好的鸡肝翻炒，倒入适量的花椒粉和料酒翻炒，再倒适量的酱油翻炒，撒少许盐和味精翻炒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鸡肝要事先用清水泡两小时以上，去除毒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